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诸位，佛法不同一般的宗教，一般的宗教设定一个教主，一个神让你去膜拜，要神来救我们，我们对其他的宗教给予尊重，给予祝福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。佛法不是这样子，佛法不是立一个教主释迦牟尼佛，立一个阿弥陀佛叫你每天拜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每天拜佛，每天念佛，你也不能得救。说啊，师父，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念佛，那么多人拜佛呢？念佛拜佛是佛弟子最基本上的尊重三宝，这是最基本上的礼貌而已啊，对自己教主一种尊重啊。重点在什么？重点在依教奉行，这个是重点。也就是你要实际如实的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真理去实践，落实到你的生命究竟圆满，这个才是佛的思想。佛陀不是设一个高高的佛陀离你好遥远，错了，佛陀离我们最近，因为他就在我们的心中。你只要每一念都平等心，你就见佛。你只要每一念放下那份执着，放下再放下，彻底放下那个，你就见佛。而只是真枪实弹的放下，不是口头说一说而已。善因皆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。